由小小小身材、大大大心意、好时 Kisses 巧克力冠名播出。皇上，什么事啊？搞笑大嫂。好，你不说，朕倒要问你，事情进展得怎么样啊？那么多期节目我都放过你了，你以为今天能放过你吗？多白，等死吧！你俩不要再撕了，好吧？娘娘队的200票，嬷嬷队的199票，嬷嬷队获胜。身为钦差大臣，怎么可以哭哭啼啼呢？过来，过来。臣遵旨。我们的下一期的节目了，那么上一期的嘉宾还有刘鑫，我们的曾舜晞、张洋洋，我们安悦溪，那还有这次我特意搬来的救兵，我们的尚文杰。文杰不远千里来支援我们这个队，真的是辛苦你了。那今天啊来了也不能白来，对不对？给我们的粉丝带来一首拉票战歌如何？Big up, big up, big up, Papa makes me. Big up, big up, big up, Papa gets me. Light up the sky, light up your life. Show them the strength in you. You used to step.Back and watch yourself fall, afraid to dream out loud in the night. You just couldn't see the chance that you could be the one that shines like star in the sky. Now the heat is rising, rages burning.
suffocate. You get what you wanted.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amaze me.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against me. Light up the sky, light up your light. Show them the strength in you.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in flaming.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in praise me. Light up the sky, light up your light. Never hold back your fire. You just couldn't see the chance that you could be the one that shines like star in the sky. Now the heat is rising, rage is burning inside. You know you're one of a kind. You get what you wanted.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amaze me.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against me. Light up the sky, light up the light. Show them the strength in you.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in flaming. Big up, big up, big up, up in praise me. Light up the sky, light up your life. Never hold back your fight. Break the chains and everything else. You can make it through the places you wanna step on. Come on, you can shine. You used to step back and watch yourself fall. But now you know you can.感谢文姐，谢哥，好听吗？好听。再来一首。哼哼。等，别说话，别说话。完了，文姐。谁在那口出狂言呢？文姐，有人不高兴了。你赶快跑，赶快跑！他这个人很血腥的，快跑，快跑！文姐小心脚下，文姐小心。容嬷嬷，皇后娘娘，搬救兵了。啊，对呀、啊，怎么样？这回的救兵够实力吧？我相信这把你们输定了。哟，不管你找谁，今天你输定了。是吗？对呀、啊。你还这么自信呢？当然了。上次踩乒乓球摔一跟头。看病吧，去看病吧。我故意的。你回去吃药吧。我故意的。你吃药，你输定。你不行，停！欢迎来到2015搞笑大赏下半集。哇！哇，今天人真多呀、啊！欢迎欢迎欢迎！啊，那个娘娘，你们二位就别吵了 啊！皇上呢就来信了。呀，皇上来了吗？对对对对对，你看啊，他信里是这么说的啊：搞笑大赏赛事升级，接下来每赢一轮便可获得皇上随身物品一个，集齐三件物品即可召唤皇上亲临现场。太好了！这个机会我要定了。哈尼，我等你好久了。跟大力说，我去准备一下。
容嬷嬷，今天你死定了，我绝对会让你赢。我告诉你，皇后娘娘，上次你先来的，这回我得先来。好，我让你先来，我们队先来，好不好？你先来。好，行，快下去吧，快下去吧，快下去吧。好，那就让我们的比赛继续。我们爱笑，跑掉烦恼，大声尖叫。实在对不起，你再稍微等一小会儿哈。导演，现在这新人怎么这样呢？不是，肯定是有特殊状况。我跟你讲过，我们这个团队呀，那是最专业的。好嘞，好嘞，放心啊，放心。哎呀，我说演员到了没有啊？来了，来了。一样。哟，小尚啊，人家老师等了半个多小时了，你说你们怎么能迟到呢？排本看了没有？看了看了看了，我看了哈，专业好。但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哈，你是上将军，他们三个是反贼，你呢拿这个把他们仨捅死，然后来这边那个接过夫人的包裹啊就可以了，好不好？行，是不是很简单？简单，来一条过啊，来来来来来，包我身上，准备一下啊，来来来来，安老师来来来了，道具沉啊，沉有点沉。导演一条过啊，好好好，一条过一条过啊，这个位置啊，好了，好，收敛收敛。来，大家准备好啊！准备 ，Action！ 呀！死！能进能退，真正法器，我乃上将军是也。啥事？坐坐坐坐坐坐坐，先坐会儿啊，天天热天热。小尚，他干嘛呢？咋回事啊？说谁呢你？作为一个好的演员，我们要懂得配合，是不是？我一直跟你怎么说来着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最专业的，对不对？好，那再来一条，好不好？行，再来一条。哎，安老师您受累哈，新人看着嘚瑟了。行吧，喜欢你紧张是不是？知道了，看在新人份上饶他一命啊！喜欢你，喜欢你，来来来，再来一次啊！来，准备好了啊！预备 ，Action！ 呀！死！死！死！能进能退，真正法器我乃上将军是也。老师，老师，你先坐啊，你先坐，你先消消气儿哈。他什么毛病啊？哎，小尚，说谁呢你？等会儿，小尚，你知道俺老师多少钱吗？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们多少钱呢？啊，我把人家找来容易吗？给你搭戏，你一不小心你就红了，你就不用管他是谁了。去，再好好想想怎么接他这个。去。哎呦，导演。是。会有用啊，洋洋，孩子挺不容易的哈。你看这大热天的，还握手，干净吗？你说这啥呢？我要现在换人吧，还得重新排，浪费你时间，是不是？咱就就搁着这么来吧，好不好？最后一次机会，行，好不好？最后一次，导演看在你面子上啊。我跟你说，我们团队那是最专业的。好嘞，知道了。啊，来吧。加油啊！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怪累的。哎，我们还有通告呢，快点啊！好，来啊，准备好了啊！预备 ，Action！ 呀！来，啊！死！能进能退，真正法器我乃上将军是也。夫人，将军。包给我！演什么呢？
开了。坐坐坐，安老师。我们还有通告呢。小尚，你干啥呢？我道具呢？小尚啊，小尚啊，小尚啊，我跟你说。你知道道具组多不容易吗？道具组就我妈和我爸俩人，你上次撅折了好几根棍儿，我爸现在还在那儿焊呢。你不能这样对待道具，你知道不？不能这样子对待道具，知道不？对不对？他不整事儿，咱就这一场戏了，咱就杀青了，能把它拍完好不？我生气呀、啊！咱是新人，要多忍耐，好不好？好不好？你别忘了我刚刚跟你说啥来着？但是，咱们是啥？专业的。最专业，专业点儿，是不是？好不好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走。啊，老师，导演，这真不能忍了。有用吗？都是我的错。导演啊，你原谅我吧。我也知道不是你的错，但咱这真的是最后一条了啊。好啊，专业一点。助理哥哥，你帮我劝劝安老师好不？好吧，好吧。哎呦，我谢你。我把东西放这儿啊，你们自己准备好了就过来哈，消气儿哈。洋洋，最后一遍了啊，好，不能再忍了。好嘞。别搞丢人了，我们是最专业的。预备 ，Action！ 呀！死！死！死！放给我。你跳下去！哎呀！能进能退，真正霸气我乃上将军是也。是不是特别过瘾？哎呦，不好意思，演错了。洋洋，这戏我们拍不了了，我们走了。导演拍不了，拍不了。别！哪有时间？什么道具组啊？走啊！别走！导演，一点都不专业。午饭我请了啊，这组没法待了。哎，走了走了，不是导演呢。我说那导演啊，这不好意思演过了，咱们再来一条呗。咱们可以不用他，哎，你就把这包放井上，我自己去取行吗？可以的，行吗？哎，人家是女主角，没有女主角也行啊。那行吧，再来来来来来一次，来一次可以。我给你放这儿了啊，小尚啊，长点心啊，这儿呢啊，来准备好啊，各部门，那个演好了就放饭，好不好？来啊，预备 ，Action！ 呀！死！死！死！南京南队真正霸气，我乃上将军是也。哎呀，小尚啊，你走吧，你别玩我了，行不行？你知不知道，为了请那个安老师，我投资一共有20万，我给了他19万。你说我现在咋整啊？你还这么演，你走吧，行吗？哎，我是主演，你也不能把我开了，我男一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这样的演员真的没有办法合作，因为你太不专业了。你走吧，好吗？我不专业，你说我不专业，真的非常的不专业。我的个天哪，我还不演了。你站住！你把衣服脱了。换衣服是吗？啊。你们能不能演？不可能，不能演不了。找谁呀、啊？真的演不了。哟，咋了？来，看见没有？你看看你们怎么还没演断？怎么内讧了呢？怎么了？你们没有？我们在看你有压力了吧？老天爷，你是故意的吗？啊，有压力了？怎么？这是皇后敬你的，是。今天啊，没办法，这是老天爷逼我。你这样啊，
咱组呢现在要演一个《还珠格格》段子，现在缺一个容嬷嬷。你看你要不？哟，不是都能演吗？容嬷嬷，你是最美的，你最美了，最美。你们说什么没用？他们谁要是行皇上，我爹为什么只爱你呢？你这话我确实喜欢，但是怎么说呢？我爹和妈妈下班回到家，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呀。你再想想，求你了，演一下整体。我告诉你，演没问题。那这简简单单上就演了，对不对？那你看，娘娘，我老伺候你了，对不对？你伺候伺候我，你伺候我一下，立马演。哎呀，总裁，我们都伺候去，快演。我能不能不上这个段子了？换一个。不行，剩饭就看这一几个。我爸就是特别爱吃香蕉，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你的错。姐姐背你啊！来，妹妹张嘴。哎，哎呀，好吃！那把皮儿吃了。嗯，那把皮儿吃了。把什么？把花皮儿吃了。把那把爸皮儿怼在嘴里。行，算了，不就给你们两个容嬷嬷？你这么多年关系，抛弃角色得吧，我也得顶你啊，对不对？没毛病。其实根本不用伺候，一句话的事儿，我肯定演。你看看你，老师，咱让他演吧。演，演，嬷嬷你最美了，嬷嬷你最美了。我们爱笑，跑掉烦恼，大声尖叫，快要疯掉。我们都爱笑。谢谢啊，来这个大家静一下啊。那个各位摄像师傅准备好了吧？咱今天是最后一场《还珠格格》，那个嬷嬷扎紫薇啊。然后戏咱们都走过了，咱们现在呢，先来一个大全景，把两个人关系都带上啊。来，咱来一遍啊，来大全景啊，来音乐各部门准备啊，来三二一走。音乐。那个两位老师辛苦啊！哎，没事。那个摄像老师，咱这一次呢来一个近景啊，近景呢咱们主要是拍紫薇老师，然后带一下这个容嬷嬷的关系啊。记住啊，来，三二一，走。哎，紫薇老师，您辛苦啊，受累了。那个不辛苦，导演辛苦了啊。哎，您休息一下，然后咱再来一条近景啊。这次近景主要是抓这个容嬷嬷，但是这个关系应该是带不到紫薇老师。那个老师，您休息一下、啊。好了，没问题。单拍容嬷嬷、啊。只有我是吧？对对对，只有容嬷嬷、啊。好，来，来各部门，三二一，走。飞龙老师好演技啊！哎，这个让容嬷嬷刚才这个肢体表演非常丰富，非常丰富啊！这个面部的表情特别好，特别好，但是没抓住，没抓住。然后咱们再来一条特写，专拍您这个面部表情，啊，面部表情。然后那个身体其他的地方注意不要穿帮啊！好，这个尚老师给住啊！来，各部门啊，尤其是那个音乐老师啊，给我准备好啊！三二一，走。
老师演技果然名不虚传呀，每条都说，客气了，客气了。来这样啊，那个二位老师辛苦一下，咱们最后一条啊，最后一条呢，咱们来一个连拍啊，就是各个景别的快速切换啊。好，先是一个大拳，然后近景，然后近景那个容嬷嬷，然后特写容嬷嬷，最后这个给我上一个吉特，吉特就是田震那个吉特表情啊，来。好的。听我口令啊，这个切景的时间一定要卡在这个音乐的拍里啊。嗯。来，各部门准备啊，音乐老师准备啊。三二一走，打拳。来，上近点，近点来。裴龙老师，你的舌头演技真是太好了。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曹老师也是，哎呀，这个尖叫非常惨呐。哎呀，没有。曹老师，好好。那个摄像老师收工，走，我们看一遍回放啊。走，看一遍回放。走。我们爱笑，闹表烦恼，大声尖叫。哇，今天真的是你们太给力了，好热情啊！那刚才的表演精彩吗？精彩！还要不要？要！没了。还有啊！你看看啊，你看过我们嬷嬷今天累得满脸都是汗，那我们再给她一次掌声好吗？接下来就到了最让人激动的时刻，也是我们最爱看的一个环节。嬷嬷。OK， 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支持容嬷嬷队的请站起来。你别倒，就是说你别倒，好，坐下，好，坐下。那也就是说，坐下的全都是支持皇后队的，对吗？皇后队获胜。我最公平最公正啊，我说了算。来，皇后娘娘，你告诉我你想惩罚谁呢？我呢？你希望我惩罚？有请爱笑 boy。要做什么呢？啊，不可以，还传染了，传染了。我们漂亮的脸蛋儿啊，漂亮大了，脆一点，就一个，好疼啊！哎呀，小心一点。哎，等一下，这个人怎么只有一个夹子？来啊，大家跟我一起倒数啊，三声啊，三二一，出来吧，宝贝们，出来吧！哎呀，太
残忍了你们，我心好难过呀。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发放。我们都爱笑，由小小小身材、大大大心意、好事 Kisses 巧克力冠名播出。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发放皇上的奖励了。我搭你的鞋耶，擦你的鞋子，你不能擦你的鞋，你不能动，你只能闻一闻。对，是我哈尼的味道，是。你闻闻是不是你哈尼的味道？走掉，他闻了。好，那第一轮呢？哈尼。那第一轮呢，就是我们皇后队胜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二轮的比赛，你们猜是什么？爱笑黄溜溜。哇，你们太聪明了。那爱笑黄溜溜正式开始。怎么闻到一股脚丫子味儿？这是失败的味道。知道为什么输吗？知道，是因为你去他们队演了吗？你的分量多重呀、啊？所以我们说肥水不能往外流啊。真是，我就不应该帮他们演这么重要一个角色。哎呀，你们的帅也没有发挥出来啊，颜值呢？怪我。哇，这个事儿只有跟张洋没有关系，谁的人都可以，谁的人都可以说。哎，没事儿。不就输了一局吗？谁帮你进来的？怎么？我现在坐在这儿啊，我感觉你们的阵容特别强大，怎么能输呢？你看你的阵容，明明是我们败的。那你要不要加入？怎么你过来说风凉话的时候，真的是我不应该加入。接下来呢是滑溜溜，啊，我已经选了我们最精干的队员。我告诉你，你们那儿的精干队员，对于我们这一组人来说，我随便闭着眼睛挑一个，照样把他玩死。吓得我冷汗都出来了。来来来，那你。我挑人了，你可说随便挑了。你这样啊，我指谁啊，可就是谁啊，别着急。啊、行的。啊。嗯。听好了啊，你现在指这个曾舜晞，行不行？没问题，就他了。那我又指了一个张洋洋，行不行？张洋可以。张洋可以吗？刚才他没打发挥，就让他上。好，那好。这次张洋你帅劲儿啊，我表现。张洋。好了，金刚转过来吧，金刚定了。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队员啊。没有没有，我刚去上了洗手间啊。谁？什么意思？这不是曾，这不是曾舜晞吗？张洋洋。你刚才挑的是曾舜晞跟张洋洋。你这叫玩阴的。我没有玩阴，你说了你的队友很行，我也相信他们很行。加油，同志们！不士气干嘛呢？没事儿，你说挑谁都行。不行，我也很脆弱的。不行的，我怕他在花溜溜帅不起呢。这坚毅的眼神，我相信你没有问题的。你相信你没有问题。下局花溜溜，咱们一定得努力，绝对不能再输了。加油！你们的船在海上沉没，随着海浪，你们漂流到一个荒岛上。这是什么地方？救救我吧！是一个荒岛上。哎，累死了。张洋洋，你把三个人的衣服挂到树上晾干。哎，这大海里衣服都湿透了。洋洋，把我们的衣服挂到树上晾干吧。对，我来给你取衣服啊！来。哎，没事吧？没事吧？啊，这个今天早上没吃早饭，有点没劲儿啊。哦，这个岛好奇怪啊。哎，对啊，来来，把衣服给我。给。哎，其实我离树这么近，你们把衣服给我挂上就好了。但是现在我站不住了。我怕你爸，怕你爸。哎呀，来，助你一臂之力啊。可以吗？来，把衣服挂好点啊！啊，这儿经常下雨，
别掉地上湿了，我们穿什么呢？我花都已经不错了，还找事儿是吧？你快点，废话那么多。张洋洋，把衣服挂到另外一棵树上。洋洋，这棵树没有太阳，你看太阳都在那棵树上。哎，这棵树太小了。我们要阴干吗？我们要晒干。快快快，去啊！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你们可以这样，我来帮你，来。我过去，你再扔给我好不好？因为坐有点远，我有点累了。行啊。哎。来来来，一姐，你去挂上。好。尚文杰，在岛的另一侧有一个箱子，你和薇薇去把它打开。哎，那箱子是干嘛的呀？我们一起去打开看一下。说不定里面有吃呢哈。呀，你走那么快，鞋好啊！哎，我把箱子打开，我看看里面有什么哈。好。哇，里面没吃的。哎，先拿出来吧，不管有什么。啊！尚文杰，哦，哎，这是什么？这是个网啊！哎，没有用，不要。这还是什么？这是一个吊床。尚文杰和张洋洋把吊床挂到树上。那赶紧把吊床挂到树上啊，洋洋。啊，那你让开点，我过来了哈。啊，你过来吧。哦。哦。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太不小心了！你太不小心，怎么把手放这儿呢？真是的，小孩呢？玩呢？别玩了，快，把那个吊床吊到树上！哎呦我去！没事，那个这儿有一个钩子，那边也有个钩子，看见了吗？对，还有一个在哪儿啊？那棵树上啊！哎呀！来！不好意思，我记住今天我记住你了，我这个手废的就是你的问题。哎呀，我来帮你吧。啊，挂上了，挂上了。薇薇，你们三个现在非常的疲劳，想要休息一下，但是吊床只有一个，你们三个人要去抢这个吊床。哎，干嘛？干嘛呀？这样啊，咱们谁也不放谁，咱们抢这个吊床啊！谁？哎，这样，我说一二三，我们开始好不好？你说一二三吗？啊，一二三，你来吧。好，来吧。尚文杰，你不相信我？你先，我还没喊呢。要不是我反应快，哎。我想试一下而已嘛。你看，咱们两个都是男的。薇薇，薇薇，你抢到了这张吊床，哎，但是你把吊床让给尚文杰睡。咱们两个都是男孩，就把这个床让给女孩吧。别，文杰来。哎呦，来，哎呀，我已经好累了，这我特别想睡觉。哎，还是上去吧。没事，我们一步一步的帮助你，步步为营啊。哎。我的床，我就不相信我今天睡不着你。薇薇，箱子里边还有一个睡袋，你让张洋洋睡到睡袋里。太累了，箱子里还有个睡袋，我想让你睡到睡袋里。哎，不，你这个词是想过说出来了，还是编好的？我们导演都是即兴的，怎么这么顺呢？来，我帮你拿睡袋啊。这次我再掀箱子，你要是夹到我的手，我就不跟你跑了。哎呀，绝对不会。哎呀，没这力气了。洋洋，睡袋。薇薇，你帮助张洋洋睡到睡袋里。我们是好朋友，就让我来帮助你啊。好吧，那就你踩到裤子了。他还夹我手了呢，来吧。哎。哟，这个睡袋好长，可能不够我睡的，先给你睡吧。其实这睡袋挺好的，又暖和。你说海风多冷啊！哇，就是睡袋有点热呀。
棉的。好，不会着凉，放松，没有，躺下睡吧。还没装完，你看没装完，你看看，啊，呀，睡在两边通的，通的，这凉快，因为太短了，你不是个儿高吗？躺下睡是吧？躺下吧，来，躺下了，嗯，啊，然后呢，手放里，不然肩膀会受风的。好的，啊，好，啊，拜拜。哎呀，哎呀，哥哥，哎，哎。算了，太重了。哎呀，怎么没有人来救我们呀？微微，你现在也找一个地方开始休息。哎，这是太……哎，那个谁绑的吊床啊？太害人了。张洋洋啊，是我们俩一块绑的，好不好？怎么就我一个人？哎呦！突然，荒岛上出现了三个土著人，你们赶快逃跑！抓起来！全都给我抓起来！放开！你们是谁？啊！都给我抓起来！啊！救命！救命！土著人把三个入侵者带到树下站成一排，过去把他们给我带过去。走，我自己会，你别碰我。别动手动脚的啊，我们是很凶的，知道吗？下来，给抓下来。这样，嗯，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们说想怎么样？我们呢，每个队派一个人，然后从那个岛的这边，然后跑到这个树上，谁要是跑得快，谁就赢。如果我们赢了，就放我们，好不好？比赛跑步是吧？对，没问题啊，行啊。好，你来，你来。不，我们一定要找个腿脚好的，我并没有腿脚啊。张岩，自告奋勇，第一个出赛。他吧，来吧，就你了，就你。对，你们要是赢了啊，就放你们走。但是你们要是输了啊，就全都得留这儿，听到没？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听到了。下来，下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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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数啊，啊，三、二、一。张洋洋获胜，好，这个小伙我看好了，要不留下来给我当苦力吧啊，给你一个好的福利，怎么样？好的，哥。啊，那个你们再派个人来，跟我们这位比一下，好不好？好，还是我来吧，那就。哎，不行不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来，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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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你是我的人了。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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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来。啊，不用着急啊。准备好没有？好了，来，三、二，开始。整住！哎，拉着！哎，对，王子盖加油！王子，好啊！耶！这位我也很喜欢呀，来吧，我收你了，做我的人吧。那现在就是五比一了。嗯，不错不错，但是我今天还是不能放你们走，一个都不能走，知道吗？哎，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专辑。专辑？对。啊？什么是专辑？这个恐怕有诈。有诈？有诈？这个里面都是歌。Music。音乐。给我们。文杰，大家不要慌。文杰，看你了。这就是歌是吗？这个真不是，你好好的。那这是什么？好好好好来，别镇住他们。嗯。L'amour est un oiseau rebelle que nul ne peut t'apprivoiser, et c'est bien qu'on le rappelle que les
听出来了，你刚才那个是什么呀？我刚才你就不要问了，不要问。我这个 B box 啊，这时候远处传来了轮船的声音。轮船呀！哎呀，我们在这找了困了苦苦三十年啊，哎呀，可算可以回家了。哎呀，你们不是土著吗？我们是后来的土著啊，这岛送给你们了，我们走吧，走，上船了，怎么办呢？我们上船了，你们自便啊，暂自便，走了。所有人向轮船挥手，呼救。哎，有点啊。我的天哪，我觉得今天的比拼真是好看的不要不要的，对吗？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最公正公平的环节，又到了你们最爱看的环节，追梦环节。我们赢了，这局我们赢了，我们绝对赢了。话先不要说那么早啊，咱们呢再玩一个游戏啊，也是投票的游戏。如果支持皇后队的，请喊萧旭最帅。如果支持嬷嬷队的，喊我是傻瓜。一、二、三，哎，傻瓜，恭喜皇后队！哎，天，来，傻瓜，有请爱笑 boys。大家一起跟我倒数好吗？三、二、一。由小小小身材、大大大心意、好事 Kisses 巧克力冠名播出。大家一起跟我倒数好吗？三、二、一。我姐没事吧？他吵到你了，对不起。你没事吧？吵到你了。你有没有关系？发生什么事了？啊？你还好吧？你们干嘛了？我们没事。哦，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你知道吗？我就放心了。太好了，他没事啊。我也被敲了。没事，姐没事。真的太开心了。啊啊啊啊，这个人怎么只有一个匣子啊？啊，那好，杨洋，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再采访一下。杨洋，采访一下，你是什么感觉？我那个好。杨洋，你刚才觉有一种什么感觉？我真的敲了。你没敲我，杨洋，我问你话呢，刚才你有一种什么感觉？我刚真被敲了，被敲了，我也被敲了。好小子，好。那好，那这一轮呢，已经决出胜负了。来，上我们皇上的随身物品。哎呀，破马褂。闻闻是不是它的味道？是 Darling 的味道。又是 Darling 的味道。那好。你看，皇后娘娘已经开心的不要不要的了。那好，那这一轮呢，就是我们皇后娘娘获胜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我们下一个更 happy 的环节。今天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一会儿肯定会有一个惊喜在最后，所以说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好吗？好。那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爱笑镜子屋。又输了，
上马谁上的？就是一说上马怎么回事？上马是什么东西啊？啊，滑溜溜啊！你说说你为什么演成那样？哎，就怪我嘛，对啊，怪我嘛，怪我的脚不好使。滑溜溜他没演嘛？啊，是吧？你对不起啊。如果想要召唤皇上的话，需要三样神器，现在皇后已经得到了两样了，咱们肯定是输定了。但是我这个人还是很善良的，最后一样绝对不能让他拿到，用各种各样的手法也要得到最后一样东西，不能让他拿到，好不好？反正我们拿不到就给他捣乱，对，也不能让他拿，没错。然后跟你形容一下镜子屋啊，镜子屋是一个非常阴险的地方，有曾经来过无数的嘉宾，由此有伤的无数的。现在他那条腿钢板假的，对，而且肖旭会很多大招的，吃西瓜。就说，咱们练习一下吧，好吧？我总共给你们6秒时间。跟你说，我这辈子真的从来没吃过西瓜，为什么？最讨厌吃西瓜，他不会放过你的。对，明天要不要带你回公司就看你了。哇。准备好了吗？好了，就一口气，来，预备，开始，开始。停！喂，那都过去了4秒多了，你自己又用了快不多，差不多快3秒，你这边5秒钟。对啊，不是呛死我呀！明天要不要带你回公司就看你了。明天要不要带你回公司就看你了。哇！小子，你的工作保住了。稍微避一下。这是什么？召唤卡。只要有这张卡，可保密。来，搓给你。好，这次一定要赢啊！一定要赢，加油！加油！老板，哎。你看屋里都乱成什么样了，赶紧打扫一下啊。嗯，这也不脏呀。啊，这也不脏啊。怎么不脏了？我看看。哎，是挺干净。我来看看你这边，你看看，这不全是脚印吗？你看啊，你自己看，你看全是脚印吗？擦一擦呀，愣着干啥呢？哎，他没做，我怎么做啊？不是，这个你得随应变，对不对？哎，我不是镜子吗？这点设计的有问题啊！好，我擦。啊，擦擦擦，我擦，我擦，我擦。啊，来这儿。啊，这。对，还有这儿，哎呦我，还有这儿，哎呦我。这儿。再把腰给闪上。不会的，来来来，擦擦擦擦擦，使劲擦。对，哎呀，擦的真好啊。对，你看看啊，还有这儿，哎，还有这儿啊。哎，我怎么越擦越脏啊？越擦越脏啊！越脏啊！加油，会很干净的啊。好了，擦干净了。好了，擦干净了。啊，辛苦辛苦。好了，大嘴呀，最近新研发了一种面条啊，你们要尝尝。好啊，好啊。啊，就在那个盘子里啊。这个面呢叫做一根面，中间绝对不能停，一口气吃完啊。哦，好，啊，吃吧。中间绝对不能停，绝对不能停，一口气吃完。吃了晚饭了吗？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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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就好。哎，我看别的店呢最近在这做这个西式的改造，咱们店也不能落后，是不是？就是这个桌布啊，现在撤起来就非常的容易啊。你试试、你试试啊。你这干嘛呢？我跟你说呀，我跟你说呀，这个不仅是桌布，这不仅是桌布，而且还是餐巾，而且还是餐巾。你看，然后把它换一个面系到脖子上，换一个面系到脖子上。对，记错了，记错了，来来。坏了！你给我记住啊！看，这就是餐巾。看，这就是餐巾。你还真是机灵啊！来，喝点水，啊，我给你倒点。满上。啊，喝吧。好。哎，要不你再喝一点，要不你也来点。好好好，自己拿着喝啊。来点。这个大嘴呀、为了配合这个西式的改造，做了一个叫做牛排的东西。哎，拿过来，来来来，拿来，尝一尝，尝一尝。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个牛排呢，这牛排呢是用刀叉吃的，是用刀叉吃的。你还真懂，当然懂了，当然啊。那我拿一下我的刀叉，我来拿一下我的刀叉。哇！五岳刀叉都要齐了。这吃牛排啊，这吃牛排啊，一般都是左叉右刀，要很斯文的哦。当然会斯文了，当然会斯文了，会斯文了，会斯文了。我先尝一口，我先尝一口。好吃，好吃。来，你也来一口。好。来，你也来一口，你也来一口。来。太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啊。好好，秀才，生我气呢？还生我气呢？我你怎么来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我给你削个苹果，我给你削个苹果，我给你削个苹果。
是吧？是吧？哼，做梦，不可能！哎呦我，哎呦我，吕秀才，吕秀才，我给你脸了是吗？啊，我给你脸了是吗？排山倒海，排山倒海。吓死了！哎呀哎呀！你没被吹，你挨个啥呀？等，换个位置。好，换个位置。放心啊，你小心啊，这一次绝不会打到你，这次绝对不会打到你。排山倒海，排山倒海。不就是个苹果吗？我吃，我吃，挺香的。敢吃我的苹果，敢吃我的苹果，我让你知道后果，我让你知道后果。排山倒海，排山。等会儿，行，这次你们玩啊，然后这次你们玩哈，不会再打到你，不会再打到你。排山倒海，排山倒海。你很嚣张啊，你很嚣张啊，那必须的，那必须的，出手吧，出手吧。嗨嗨嗨嗨嗨，葵花点穴手，爸爸，葵花点穴手，爸爸。点了穴了就不能动了啊！点了穴了就不能动了哈！哎，我的葵花点穴手厉害吗？哎，我的葵花点穴手厉害吗？
这个厉害，只曾经约过啊啊，这个厉害，厉害就好，有本事把我的点穴手给解了，有本事把我点穴手给解了，好，好，解你最外侧那只手，解你最外侧那只手，嗨，哎呀，嗨，哎呀。解穴，解穴。怎么样？怎么样？看来我得跟你真刀真枪的打一下了。看来我得跟你真刀真枪打一下了。打就打，打就打。请吧，请吧，请吧。他们先来，你们先看。哎，好，他们先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是这样的，这么好的一次展示身手的机会，一定要留给一个最爱的人。我有一张召唤卡，我有一张召唤卡。召唤卡，只要有张卡，可保命。我可以让人来，替我做这件事情。谁喊我神经病啊？好。你有点加速了，都知道吗？我听到的最响亮的声音是张洋洋。不会每次都接我吧？所以，现在我就选。现在我就选刘星。哎呀！呦呦呦！哎呀！刚刚怎么演的来着？我先倒下，然后你再那个，再那个。然后呢？头倒在这面，头，对，对，勇敢一点。小小毛贼，小小毛贼，哎呀，哎呀，我得供我的财神了，哎，我得供我的财神了，嗯，哎，让我把你抱出来，又是古筝吗？我擅长的琴就是古筝。放在这里。好了，我要把它放在这里。
塞进去。好贱！行了吗？啊，行行行，坐了。哎，文姐，文姐，文姐，放我吧，我也想进去待一会儿。让我坐下。最后一次锻炼，行了。衣服太滑了，我先把衣服拿起来啊。嗯，好。哎，台上故意的。那个，别动。哎，放好了，放好了。老白，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心诚一点，啊，这个财神没准会显灵哦。哦，是吗？哦，是吗？希望你保佑我发财，发财，发财。哎，保佑我发财，发财。笑屁笑！哎，有声音！哎，有声音啊！啊，哪有声儿？啊，地灵！啊，地灵！声音有声音有声音啊、哦！特别行，你看我们这声音多好，我们这是这边能唱歌，有东西，哎，有东西，脚底板，脚底板，脚底板，哇，哇，哇，显灵了耶！我告诉你们，等会儿，那个古畅，你落我这儿了。还有没有钱？有，不光你们有啊，这些孩子都有。上台童子，上。孩子们没有是不是？我今天就给你们发一次功啊！我们所有的人，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来，在镜子屋里面表现非常非常好，对吗？所以我决定要把皇上的最后一个随身物品赠给他们。哇！哇！放心吧，我会把这个帽子转交给肥龙的。好，那这一期的镜子屋，两年的镜子屋，到现在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小岛让烦恼大声尖叫，快要疯掉，我们都爱笑。刚才的镜子屋好看不好看？好看。够不够惊喜？够。哇，真是太棒了。那现在呢，结果已经揭晓了，我们皇后娘娘获得了两件皇上的随身物品，然而呢，我们的嬷嬷只获得了一件。那真的很可惜，我们今天不能目睹皇上的容颜了，不能目睹皇上的容颜了。哎呀，临了临了啊，容嬷嬷，见不了皇上就是因为你。
当获得第二件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输了。反正我见不着，你也甭想见。我拿一件，你没有三件凑齐，你召唤不出来。哎，行啊，我就不让你见。我就这么坏，鞋我撕了，衣服剪了，我就不让你见。哎，你那就是皇上用过，你看皇上辫子在上面呢，你看。我比你这强多了，我拿上鞋，我拿回都在你呀，死吧，你呀，去死吧，一起死啊！好了好了，鞋你好了好了，白脚白，跳镇定，镇定一下，镇定一下啊！二位不要再激动了啊！皇上呢只说了集齐三件物品，可没规定怎样集齐。那这个二位就自己想一想，好不好？我给你们一些时间，想一想，冷静的想一想。哎，放弃了。让给你，对不对？这东西，哎，怎么说呢？反正你有两件，我有一件，本来我就输了，愿赌服输嘛，对不对？皇上，你去见就完了，好吧？小大人，咱们走，咱们走。等会儿，嗯，妹妹，回来。妹妹，干嘛？老姐姐，真不要了？不要了。说句心里话，两年了，你毕竟是皇后嘛，对不对？身份我懂，我就是个嬷嬷，平常你照顾我也不少，虽然你老打我骂我吧，但是。关键时刻你看对不对，你妹妹做的还行就完了，你就见皇上就行了。你瞅你那没出息样哭啥？我告诉你啊，你别管几年天天打你骂你，但是谁对我好我心里清楚，是不是？这么多人一直都陪着你呢啊，别哭了啊。你惹着我了，跪着。别管我，我嫌你俩脏。你在干嘛？这是对话了。老板，哎哎哎！是吧？我有皇后的，我们在一起三十年了，一辈子都是我的好闺蜜，哎、一辈子好好娘娘。哎哎哎、一定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们俩这个画面。那现在就让我们所有人恭迎圣上。我等了整整两年，今天我终于可以现身了。为了这一刻，我苦苦策划了90分钟的节目。众位爱卿、爱妃、朕的子民们，全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不要心急，不要激动，来，跟我一起倒数：五、四、三、二。好，停 ，OK， 结束，收工了，结束，收工了。两位，两位支持，谢谢大家，收工了。说我身上没带钱了，你自己买你自己的吧。
是我让你买的菜啊，小姐。减肥吗？不够减肥啊。好。一个一定是要运动，要迈开腿。第二个呀，我。给我滚！来。老板。可否听过小李飞刀这名号？带犯人，放！李飞真知道了清白在人间，但是我们好好珍惜，不能失去了才后悔。爸爸，这是我是主持人张学恒，我爱太阳。咔咔咔咔咔，这戏是没法拍了。吃饭去，吃饭去啊！抓紧时间，你的青春不会重来。